到新竹县新埔镇的客家美食，游客除了听说历史一段有名的新埔板条以外，伊同日每晚来点一份盐醋美食。盐醋也给菜地的小食，其个外形看起来就像是盐醋香肉，食起来的口感是浓稠又鲜啊。韩国在国内稳定一个集中类似，每系伊多前十几年为一号、三等一号嘅东西。鸭掌主角一个盐从杜康嘅主要嘅原料，填充为使用本地嘅猪肉。那块虫皮虽然爱来使用进口货，不过鸭掌就强调，一条东西都会对美国以外嘅欧洲国家来的，请消费者做得安心。老五香粉含个酸透米的的香料，加热饭薯粉打足浆，过六日是件鲜露好嘅猪肉，在高中机器干热煮小肠，三连用滚水捞起煮熟过后，出拿出来，最尾还会用甜膳吹拌几料，这份传统嘅客家燃葱，真算系做好。业者讲，味道燃葱唔会变硬，让人都口感，仲有多系种多以前吃嘅问题煮。应该咱从遐做加心烟的，从遐多咪全部都是像住店那的住用嘛，台全部温体住啊，加下也来住摸开放，所以还用的时间又为又因客为降为闷，但是啊，因都要解说伊个几个全部在接受。啊，唔会啦，你啊去到专门做台湾住，唔会用个来住啊，对人都台湾人就诚信。为了确保猪肉的嫩叶，让创业者讲，都会绕口猪店为提供当地的屠宰之品。不过，让创改创皮还是用猪小肠来做改，处理的时间却省到地度改肉两条东西轻抢来，非常改后果就后事。为了会缩短制作的时间，韩国太流行人改 CQ， 业者厨师做的老井口上来卖创皮。因为枪毙唔难用吼，所以爱到就系到发啲剪条落去，你要剪条落去，枪毙就冷烟剪面啦，好又检也又检疫证检疫证明啦，所以系冇问题啊。那就系荷兰进口的，然后厂商系独该南部进口进来的，然后再批发到我们这些乡镇，佢有两种方式啦。伊只系去亲自送过来的啦，伊只系安尼寄武汉的发，安尼大田发本去寄过来本安尼的。底下的新布料片太快就起见做染虫改腌炸，其中就三件是当年做太肉也是更改散掉，主要是起价做起价卖。那外含住时间，只是平常时太肉两百斤，礼拜两日的时间是系加倍供货，主要卖到新布韩国富群那个关系，老主动了就提起个新面店点心店。从爱地道了新埔，爱了上了染厂，迄个都新埔市场地图卖的，所以是唔会有问题。而且今日感染爱打保证，保证收保爱以后，老板讲是唔会受到要脱的，要个那个肉爱了染厂。因为我知道它是新埔的一个特有的名产小吃，然后它里头是用猪肉去做一个调配佐料。我经过他们店家说，我发现他们店家外面有去标榜说他们是使用台湾猪。所以可能这一块我们使用上面也会比较放心一点。两下新布改染虫业者大部分都是困难提烧四十年，从事内上市台的技术，除了为确保老师每个染虫和每岁做的技术传下去，还有新布改各间新面店也是点心店，也都有搭的台湾猪票头，除了希望民众地记得使用本土的猪肉，为民众食得安心。下个新闻播报，新竹报道。